出来了呀，要不然我们开车找空投吧，空投落在小便。我看到他了，他跑到这边来了。那边漏了。打了一个。最后两个，一个3000，一个2000，在救人。为什么这些人打我那么准啊？枪枪打头，第一枪都。倒在哪的？冲吗？这里。倒在这的。这他妈的！没有，我打不出来。哎，用头顶回来是什么意思啊？试试先打。打一个。我楼里最后一个。碎碎，去那边打药。没东西了。上来右边，要在里面蹲着。右手雷了。别那个头，别那个。到嘞。哥，不 nice， 你死了，哥。打头了。两个，给个背景。就是把背景给他。我叫。拿过去啊。我会被打，把跳的起来那个人，牛逼！这是窥屏过来的吧，飞哥？应该是有可能。他可这毒啊！这刚，快点杀破他们，带我们吃鸡。哎，先避避风头，避避风头。又两个助攻，那车开出来，帮我救命。好，等一下啊，不救了，车开出来，没事了，应该是要摸过来的，来过了，过来了一个。哇，哎，后面甲车库有人。倒一个，你们就该救救。看不到封印了，动车了。完了，没车了。牛呀！我夹着个腿，他要跑。不对，有人了。打他！四标那里有人了。没有。有人，真的有人。哪里啊？四标。
烟。完了，操，这位置待不了。啊，他来找你们了。